作者，还有我们最，还有我们的王医师。我今天是来贵宾致辞，不如说今天也是小粉丝来见偶像的哈。我真的，我先说两个。我在台中已经开始跟钱宇老师合作，然后后来我去了。江老师，谢谢各位伙伴愿意来与会，然后参与这一场那个新书分享。那其实，谢谢。然后我先回应一下刚才有，我先不要一直做这样子。那我其实我的意思是，那我在第一章定义里面，我有讲到第一个小孩，然后呢，我是请假三年嘛，学校可以请假三年起。所以我也是用硕士成绩来开，等于说大家要写。后来因为有妇女运动之后开始，然后 CCF 他们就开始要开研讨会，那就是语言不是万能，哦，然后沟通也不是万灵丹，通常是我们以前非常强贴在他的办公室门口，然后那一张就是后来是那个，然后他的标题就写说有可能可以帮助人，还要帮助我们自己。那个就是宝可梦球。然后那一天我们在分享的一些主题就很需要触觉啊、安抚啊，我就问那个什么，他说：“请问这颗球口还是腹部的时候的感觉？”这样，这也是心流哦，没有。老师，你刚刚那个声音，我们还是用声音美材，而是我擅长使用什么美材。但是我们在跟个案服务的时候，他想要用其他方式，像 play， 他可能用像戏剧的方式在。现在毕业之后，我在跟我非常工作了解的东西，然后我跟他接受训练，这样。